杀了，杀了。请扶一下我。来了。还好还好。啊啊啊！哎，回凉来了了。一个。对呀，死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来舔包。是不是声音要开响一点？嗯。啊，你们听得清我讲话吗？刚刚你说话了吗？我刚刚没说话啊。咱们还有5.56吗？我有啊，我60个，给你分一点吧。有人来了，我靠！停！干嘛呀？我要杀人的，别过来！要么走，要么留，要么走，要么死。要么走，要么死，你自己选择吧。蓝色车，我看到你了。车边有药，车边有药。哦，那你快走，你要快点啊！哎，载载我，载载我。上车载你一程，我载你一程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别杀我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把我带到堵那个圈里面，我们就好好聚好散啊、哦！车里面没法杀他，车里面我怎么杀嘛？怎么杀他？不行，只能对瞄准窗外。我说了车，车窗外我们好。我是秋名山侧。别按喇叭。你说我杀不杀你呢？我是冷酷无情冯提莫，你是秋名山车神。我就在这里下了，司机，师傅，师傅停一前下。面，哦哦。前面有空投。哎，那我去捡。有人？哦，没人没人。捡了，